认为出口协会 Canada-China Meat Exporter Council 的执行主席，同时也是加拿大深辉集团 Canada Shanghui Group 的总裁。今天有幸和大家在这儿分享我们这一次随我们贸促会去北京参加首届链博会的心得体会。